大家好，这期带来台国产车名爵 CS， 据说这车全球销量百万，国内基本看不到。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，搭载 1.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06匹扭矩141牛米，匹配五速手动变速箱，前置前驱。下面先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12.44 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最高表现180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